如果有一日你的 X 突然翻嚟揾你，同你讲喺你分手之前嘅博嘢之中，原来已经令佢大捻咗肚啦，你会叫佢堕咗佢啊，定佢生落嚟咧？早几年咧，雪姐有发觉过好类似嘅梦啊，真系记忆深刻。今日咧，我就由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伊素韦德案，讲下堕胎嘅问题。大家好，我系雪雪客，今日讲嘅主题就系夹公仔。呢个 channel 咧就专讲动画、电影、电视同哲学嘅。如果中意我片咧，记得 like、comment、like、share、share 仲有冇嘅订阅、关注、频道仲咁低，仲可以拉个 Facebook 粉丝团 ，Miri 再加入 YouTube 同 Patreon 会员。如果你唔知道堕胎点解叫夹公仔嘅话咧，你就可以睇下一啲堕胎过程嘅影片啦，就真系好似夹公仔咁嘅，唔系笑话啦。过程其实几恐怖啊！其实美国最高法院嘅决定咧，并唔只系应唔应该容许堕胎呢件事咁简单嘅。最高法院之所以推翻决定，唔系法官唔支持堕胎。而是他们认为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里面权利这个字的意思在当年立法的时候并没有包含生育权在当中。这个本质上呢就是一个宪法诠释的问题。而这一次这班法官会这样去做判决，这样去诠释宪法这个立场呢，一般呢就会被称为 originalism， 原点主义。当然啦，大家之所以会 click 入来这条片呢，我相信呢并不是想听这些宪法诠释的讨论的。所以我哋就到此为止啦。我哋就直入我哋今日想讲关于夹公仔嘅问题。美国最高法院嘅呢一次判决咧，就引起咗好多关于堕胎嘅讨论啦。不过喺真正讨论堕胎嘅问题之前咧，有一点咧就一定要厘清嘅。我哋系唔会讨论咧人生到底有啲咩意义啊，人生出嚟咧系咪就系受苦啊呢啲问题嘅。有一啲人咧会认为人一出世之后咧一生都系受苦嘅，所以堕胎咧就系阻止有下一个生命出生之后受苦，咁样咧堕胎反而咧就变咗道德行为啊。我就唔会去考虑呢种諗法嘅，因为呢种諗法如果成立嘅话，咁谋杀呢都应该除罪嘅。杀人呢只係令佢哋脱离人生呢个苦海，係帮緊佢。而显然啦，咁样嘅讨论呢就会变成人生问题而唔係堕胎问题啦。所以呢个讨论嘅前提就係、喺一般情况结束别人嘅生命係道德上不被容许嘅。所以今次嘅问题焦点就在于堕胎係咪属于一般情况，同埋个胚胎英文叫 fetus， 係咪一个人嚟嘅。而关于堕胎的问题呢，一般来讲呢可以简单啦咁分为五个立场嘅。第一个呢我称之为极端嘅堕胎论啦。佢哋唔单止认为女人可以随时堕胎，甚至认为应该容许 afterbirth abortion， 即係生咗个胎之后嘅一段时间啦，仲係 newborn 嘅嗰段时间啦，父母係有权结束个胎嘅生命，即使个胎係冇病嘅，冇任何不便嘅。第二种立场啦，我称之为完全堕胎论啦。即係只要喺婴儿出世之前就应该容许堕胎，亦都系主要以身体自主为依归嘅论点啦。第三种我称之为弱堕胎论啦，即系个胎咧去到某个阶段之前咧都容许堕胎嘅，又或者唔堕胎咧就会令个母体有生命危险，又或者阴间成人等等嘅情况咧都会容许堕胎。其中一个代表当然系经典嘅堕胎论文 Judith Thompson 嘅 A Defense of Abortion。第四种啦，我称之为弱嘅反堕胎论啦。即是除非是阴间成人或者会危及的母体，如果不是就不容许任何其他情况的堕胎。第五种我称之为极端的禁止堕胎论，就是没有任何情况的堕胎是可以被容许的，主要是跟宗教相关的原因才会有这种这么极端的禁止堕胎立场。而我今天会集中讨论的就是第二到第四种的立场，就是完全堕胎论、弱堕胎论和弱反堕胎论三个立场。其余两种极端立场相对就不是那么主流，由于时间关系我只会在 intro 剛才我看，而之后不会再长谈。首先就是以身体自主立论的完全堕胎论，这种想法就源于女性应该有身体的自主权，那个胎无论它是不是人都是在母亲的身体之内，占用了母亲的身体，而母亲有身体自主权，所以母亲可以决定给不给个胎继续占领佢嘅身体。因此无论已经怀孕几耐，一个月十个月都好，母亲都有堕胎嘅权利。但我首先要纠正一个好多人将呢个理论简化嘅讲法啦。有啲人就会认为我系大肚嗰个，我话对个胎有决定权啦。而其实呢种身体自主嘅讲法呢并唔系咁嘅意思。如果你带住个肚就有决定权，咁你系咪可以整埋嗰个胎而唔系堕咗佢呢？你是不是可以斩断他的手手脚脚之后生他出来而不是堕了他呢？显然我相信你即使支持堕胎都未必支持这种做法的。你有你的身体自主权并不代表你有那个胚胎的决定权。即是好像你有一间房间，你有权赶走其他人。你的决定权只限于你的子宫容不容许有胚胎。你可以赶走个胚胎，不代表你可以决定个胚胎的一切。好简单，我哋假设嗰个胚胎夹公仔夹咗出嚟之后，奇迹地唔知点解冇死，
继续生存落嚟，你系冇权转个捻头就杀死嗰个备胎，因为你嘅权利只系赶走嗰个备胎，你嘅自主权只系喺你嘅身体，而唔系佢嘅性命。呢、这个就系身体自主权堕胎理论嘅主要论述啦。我哋堕胎即系赶走个胎，杀死咗佢只系 side effect 嚟啫，而我哋系有权赶走佢嘅。不过我就认为啦，这个讲法系将赶走同埋杀死分得太开啦。而家嘅科技大部分情况下，堕胎即系赶走个胎咧，都系代表个胚胎系会死嘅。当然啦，两个行为喺理论上系可以有啲唔同嘅，但实际上现存就系冇办法。只赶走而唔杀死，所以我认为将两个概念分开咧，系冇任何实际意义嘅。详细我之后会再讨论啦。而家系先理解呢个完全堕胎论嘅立场先。咁我哋之后咧就嚟到呢个弱堕胎论啦。呢一部分咧，我主要就系 refer to 头先讲嗰篇论文啦，就系 defense of abortion 啦。其实呢篇论文嘅总结当中抽两句出嚟咧，就可以大概知道呢一种立场系点噶啦。第一句就系、是，如果母亲怀孕七个月，只系为咗避免延期佢嘅旅行而堕胎，呢、这个行为系不能接受。而且医生进行这个手术都是不能接受的。第二句就是，显然怀孕极早期的时候堕胎并不等同于杀人。若堕胎论的主要想法就是，在怀孕初期婴儿还未算是人，所以堕胎是容许的。而在怀孕的后期，除非特殊情况，否则一般不容许堕胎。那你可能就会问了，那什么是特殊情况呢？这里就涉及到论文当中两个在堕胎界的知名比喻，就是昏迷的小提琴家和妄唱比喻，分别我认为对应的咧就是阴间成人同埋做足安全措施的博嘢。昏迷小提琴家就是讲，假设有一个小提琴家啦因病昏迷，咁你一日起身啦，就发现你喺嗰个小提琴家嘅侧面仲绑住喉管，原因就是咧个小提琴家咧需要有个肾帮佢排毒啊，而你系全村咧唯一一条友咧同个小提琴家咧系对上血型嘅，所以咧个歌迷会嘅人咧就绑架咗你去帮嗰个小提琴家排毒啊！医生同你讲，你只要帮佢十个月咧就可以好翻噶啦佢。咁呢一刻，你有冇权掹条喉管唔用你个肾帮佢排毒咧 ？Thompson 认为你有权掹咗条喉管，即使你一掹咗个小提琴家即刻就会死，因为 suppose 你系有权选择你帮唔帮佢。而不是插了喉管你就老凤帮他十个月，即使掹了个喉管就代表个小提琴家会死。注意他就是没有将掹喉管和他会死这个 concept 分开。这个比喻对应的就是阴间成人，就因为当初插那条喉管的时候你没得揀，所以即使你掹喉管他会死你都可以揀的。而第二个比喻就是窗网，假设你住在一间屋里面，屋外面就有很多树的种子，只要树的种子入到屋就会在屋里面种出一些小树人出来，而你为了防止有种子入屋买了个窗网回来，那个已经是你所能买到最好的窗网，但依然会有极少极少的概率会漏到一些种子入屋的。而不幸有次你开窗的时候就有种子入了间屋种了个小树人出来，那你是不是有责任要留住那一个小树人呢？即使你已经用尽方法避免这件事发生，这个比喻对应的就是做足安全措施的意外怀孕。我们可以见到这种弱堕胎论强调的就是某些情况下堕胎应该被容许，而且胚胎早期绝对称不上是人，所以不应该以杀人和堕胎相提并论。当然这个不是 Thompson 讲的全部的东西，想清楚了解就看原本的论文，他想讲的东西是多很多的，我只是抽了我认为最强最代表到的两个比喻出来。当然 Thompson 的讲法都可能会面临着一个问题，如果早期的胚胎不算是人，那几时开始才算是人呢？这个就是一个各说各话的范畴，所以很难去讨论很难去讲。香港相关的法例就是以怀孕十个礼拜为界线，原因就是十个礼拜的胚胎就已经有手有脚有大致的人形。当然怀孕就有不同的阶段，不同人就会觉得不同的阶段才算是人，甚至极端堕胎论会认为即使刚刚出世撩帮的都不算是人。不过我认为在这个讨论之中，我们不需要太过着重哪个阶段开始才算是人的。总之我们要记住的就是弱堕胎论的主张就是，总之是人之前就可以夹，即使是人之后特殊情况都可以夹。特殊情况就是例如阴间成人，还有刚才没有提过的就是母子生命二选一，即是两个一定要死一个，那就可以夹了。 Thompson 在那篇论文里面都讲明他并不是认为所有堕胎都是应该都是被容许的。我想这种讲法应该会比较贴近大家一般人的想法，没理由十个月生之前一日去杀了他嘛，是不是？而接纳了这种想法的人呢，唯一需要争议的地方呢，就是哪个阶段开始他是算个人呢？而我今天是不会深入讨论这件事，因为当中有很多背景知识需要介绍，有兴趣我之后再讲。而今天想讲的最后一种立场呢，
都是今日的主角啦。就是我雪仔所认同的一种弱反堕胎论的讲法。其实呢，我是觉得我在弱反堕胎论和极端反堕胎之间的。但就一点我要厘清的啦，堕胎并不一定等于杀人的。我不会涉及任何哪个阶段才算是人的讨论。我是认为即使是那个阶段他还未算是人，一旦怀孕之后都不可以进行任何堕胎的行为。而我在这里想讲的就是一个 potential person 的概念，就是那样东西有极大的潜在可能成为人。人的自然流产率是 30-50% 先进国家更加低，是不是计他 50% 都好了，那个不是人的胚胎都有 50% 有可能发展成人。而堕胎所扼杀的就是这个 potential person， 同时都是因为这个东西只是一个 potential person， 所以堕胎不完全是一个谋杀。如果认为堕胎是谋杀的话，那堕胎应该判终身，是不是？但显然即使反对堕胎都很少人认为它是禁重罪的。 potential person 的概念呢就破解了谋杀的迷思了。但同时又可能引起一个疑问，那打飞机呢？这样讲精虫都可以算 potential person 啦，但这个讲法呢并不合理，因为精虫是没有足够的 potential。 先不讲打 J 啦，即使你次次射精次次中出，一次射精你射4000万粒精子，即使是确保每次中出都一定怀孕，每个精子都只有4000万分之1会同卵子结合，同怀孕之后有 50% 可以自然产出，明显不是一个两级的 potential。 更加遑论中出都不是每次必中，还有很多其他因素，是不是？所以精子里面所谓的 potential 是根本不足以使其成为 potential person 的，而杀害一个 potential person 在道德上是不应该被容许。为什么呢？我们回到去我们一开始提过的例子，我们可不可以故意整盲个胚胎啊？显然道德上我们是不可以啦。或者我们可不可以故意令个胚胎四肢残缺啦，出世的时候显然是不可以啦。如果伤害 potential person 的行为是不应该被容许，那更严重的杀害 potential person 的行为又为什么可以被容许呢？同时我都反对完全堕胎论那种将赶走和杀害分开的看法，因为你的赶走和将人赶出屋是两件事来的。其实当你的赶走一定意味着杀死的时候，将堕胎的行为视为纯粹的赶走是没有意义，这样是无视了这个行为高度相关的后果，特别是你是因为合意性交而怀孕的。当然如果有一日科技容许纯粹赶走他而不会杀死，即是堕了他但他不会死的，咁就係另一个讲法啦，我未必唔会接受到嘅。呢个呢就係小弟反堕胎论嘅基本立脚点啦。而我呢种反堕胎论呢都唔係完全唔容许堕胎嘅。其中一种容许堕胎嘅情况呢就係阴间成人啦。但要注意我只係容许，唔代表呢个堕胎係冇罪嘅。因为杀害 potential person 仍然係道德上唔容许嘅。但係呢个杀害 potential person 嘅道德责任并唔喺个女仔身上，而喺强奸嗰条友身上。即係阴间成人係可以堕胎嘅。但堕胎的惩戒呢要落在那个强奸人的人身上，因为女方怀孕并不是自愿的，她并没得选。你的行为之所以有道德和不道德、应该和不应该之分的前提是你有得选择，如果你没得选择你就不应该有任何的道德责任。所以阴间成人的堕胎责任自然就不在女仔身上，因为她没得选自己大不大肚的嘛，那个责任应该是在有得选择强不强奸的男仔身上。当然你会说，但是女仔阴间成人堕不堕胎都是她得选的嘛，她可以选堕胎或者不堕胎生她出来的嘛。但我就会说这个情况抽空了个强奸去讲堕胎是无视了事情的背景的，因为强奸和大肚是高度相关的因果关系，所以你是不可以不考虑强奸地去讲个女仔选择了堕胎。这个抽空背景的讨论只会是空中楼阁啦，所以阴间成人是容许堕胎但依然有罪，罪行在男仔身上。而引入了 potential person 的概念之后，母子生命二选一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啦。因为母亲如果不堕胎就会死的话，就是一个 actual person 和一个 potential person 之间的选择，显然放弃 potential person 保住 actual person 是可以接受的。当然你可能会说，这样是不是会将人分了 level 啊？哪个是 potential 大一点就应该救哪个？但我这里讲的 potential 不是讲能力特质的 potential， 而是发展成一个人的 potential。 我没有在 potential person 之间分级的，他们个个都是有 potential 成为人的，纯粹是成为人这一点上面的 potential。 而最后最大可能的疑问就是，我做足安全措施但我都中了，这样都不可以躲？我认为是的，你是不可以的。我认为任何有常识的人都知道 condom 啊那些避孕措施不是 100% 避到孕的嘛，你在知道这个前提之下搏嘢就要承担这个后果的啦。就好像你去赌钱咁，
到一个 99.9999% 赢嘅一边，但都不幸输咗，你都冇可能话走数拎返我啲钱㗎嘛。博野大肚之后堕胎，我认为就係赌输咗唔认数。大肚博野只係赌一个 99.99% 赢嘅赌局，但如果你输咗，你都係要畀钱㗎嘛。你要博野但係唔要怀孕，就好似要赌但我唔要输，要打劫但我唔要坐监。之后我想讲嘅就係唔係禁止堕胎嘅原因啦，係由呢件事带出嚟，我想讲俾大家知嘅反思啦。其实容许堕胎呢啲 individualism 嘅谂法咧，系会令好多人不负责任嘅。好多人会觉得要堕胎就为咗令自己博嘢大肚之后唔使负责啦。咁样其实系忽视咗博嘢背后其实唔只系性嘅快感啦，或者话呢种容许堕胎嘅思潮会令人认为博嘢只系为咗性嘅快感，而忽视咗博嘢背后其实系一个赌局嚟噶，就系赌你嘅安全套系真系安全，或者赌安全期中出系真系安全嘅，而忽视咗呢个赌局其实系会输噶。容许堕胎其实就系容许你赌输咗之后走数咯。有人会话：，性交唔一定系为咗生育嘅，冇错系唔一定，但唔代表你可以无视背后嘅风险噶嘛。我赌钱都唔系为咗输钱而赌啦，咁我系咪可以唔输啊？咁点样可以唔输啊？唔赌咪唔会输咯。我唔系话人一定要为咗生育而性交，而系当你为咗快感而性交嘅时候，都要考虑可能嘅后果。我一开始啦，条片一开始讲个故事啦，我系真系发梦梦过嘅。喺个梦入边啦，我 ex 拖住一个一岁嘅仔话俾我知啊，系我噶咁样，一年前分手嘅，啱啱好嘅时间。我好记得咧，我喺梦入边嘅即时反应就系、是，如果验咗真系我嘅，我系可以俾钱养嘅。我喺中三中四嘅时候啦，知道咗啊，安全套原来唔一定安全嘅，就已经觉得啦，如果以后大肚博嘢都怀孕咧，咁我一定要负责嘅。而我当时仲系啲会 friend 好多嘅女同学啊，拍拖一个月就散嗰啲蛋散嚟。我以前咧都会为咗快感而同女仔博嘢啦，而家都会啦。但我认为我系有足够嘅觉悟咁去享受性嘅快感噶嘛。我系一直有遇过我会赌输噶，赌呢盘 99.99% 嘅赌局，而冇谂过系会走数嘅。当然啦，我唔系话容许堕胎会影响人，令人不负责任啦。我泛指嘅就系堕胎呢种谂法所 represent 嘅一个个人主义思潮啊。个人主义认为我哋嘅一切都可以由我哋自己决定啦，包括我想博嘢博嘢咯。我想堕胎就堕胎咯，但即使系概念上，唔系你想点就点就一定啱噶嘛。而家大家嘅自由就好似我有自由去做啲咩，同时我有自由唔使承担个后果。呢种谂法咧系唔会令我哋嘅社会变得更好嘅。我重申一次啊，呢个并唔系反对堕胎嘅原因，只系带出反思啫。原因喺再上啲嘅地方。最后啦，我就再回应多啲啦。上次我去色麻台封烟嘅时候咧，就有人留言话啊，如果干细胞技术有一日可以发展出生命啊，咁干细胞系 potential person 啊？即使技术点样发展都好啦，干细胞咧都要通过某个 action， 就是我当佢叫 action A 啦，先会变成生命嘅。嗰个干细胞喺 take 嗰个 action A 之前咧，就唔会系 potential person。take 咗之后，佢慢慢会变成一个人嘅时候，咁佢咪就系一个 potential person 咯。正如精子喺同卵子结合之前，同埋受精卵着床之后嘅分别咁啫嘛。咁星期五晚十点嘅直播咧，我就会教讲堕胎嘅，而且会讲一啲一开始关于宪法诠释嘅问题啦。如果你有啲咩睇法咧，都可以喺我直播下讨论噶。如果你想我得闲讲下，我一开始提过冇讲过出世之后都可以杀个胎嘅极端堕胎论咧，都可以留言同 like 话俾我知你想我之后讲啦。咁我可能会玩一集讲下极端堕胎论嘅，虽然极端啦，但的确一个有趣嘅论述嚟嘅。而且我认为完全堕胎论嘅某个走向之中咧，系必然会堕入呢个极端堕胎论之中嘅。不过呢个题目比较少人讲啦，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中意啦。咁最后嘅最后啊，我真系推荐大家睇下夹公仔嘅影片啦。我好记得我就系中一二嘅时候咧，喺上堂嘅时候咧。嗰班主任唔知点解想丧心病狂呢播一次俾我哋睇。我睇完嗰一次之后呢，我就好坚定咁相信呢係唔应该堕胎。我相信有任何恻隐之心嘅人呢，睇完夹公仔之后呢都唔会鍾意嗰个场景。咁我今日就唔留问题啦，大家记得留言啦。咁就差唔多啦，我係苏之霞，逢星期二六晚上八点出片，逢星期五十点 YouTube 直播，最后边有冇 like comment 来 share 三年，做乜订阅同同同公仔，再拉个 Facebook 分享同埋 YouTube， 再加埋 YouTube 同 Patreon 会员，仲想支持小世界，仲可以 Super Fans 课金，香港嘅周志豪，请我后分解，我哋下次再见。我在写稿的时候我觉得我写得挺好的，但我一读稿即是录音读稿的时候我觉得好像都不是很详尽，屌，即是但都五千字我这篇稿，即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即是五千字都一份term paper 来的，还有今天讲的其实都是一些 Apply FX 会读到的东西，即是如果我读 Apply FX 应该会读过。